在讲的我们自己团的事哦，还是要介绍一下。哦，操！原来我们团员不想听我讲话，你说下一首啦，直接下一首。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自创曲，我们的自创曲。这首歌叫《赤脚轻松》，《赤脚轻松》呢，这首歌就是写我们在部落里面的生活，赤脚，大热天。不会有很烫，还是赤脚，一定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叫《赤脚轻松》，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哎，你干嘛又没跟我讲？你先唱了。像那像那一样，在西什么那里比内瓦拉。像那像那一样，老不言啊，像那像那一样，朝夕什么那的不耐往来啊，像那像那一样，老不言啊，拍子，拍子好不好？打个拍子。起来好了，好，你现在跟坐着没唱，我比较好唱歌了。
穿插在这个歌里去，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应该也有排放组的吧？那边就有排放组的这一堆，长得就很像啊。我以为他是中东的啊，中东是我们亲戚啦，阿拉伯那边啊，乱讲。会唱的一起唱。さすがあなたらいいならおいさすがあなたらいいならないやしりをすがすがなおいさすがじゃあ死しまなるピネイワナンあーしないしないやバボヤあーしないしないやじゃあ死しまなるピネイワナンあーしないしないやバボヤあ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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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介绍一下我们国中的郭老师，我们的董老师。没有啊，是一种尊敬，一种写歌的启蒙了，不然我们作文怎么会六几分呢？对不对？对不对？老师，那边有你的学生，他没有打招呼，在那边那一群。还可以吗？我们的自创曲还可以吗？如果有兴趣听的朋友哦，你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我们的团名叫一个小团体，现在就可以搜寻，这样数过去大概80个人。好，今天晚上会加80个，因为我们现在只有200多个了，冲一下嘛！不然老书记啊，你们应该都有 FB 吧？微信哦，微信还没有到涉猎，涉猎到微信那边呢，一个 LINE 就可以了。可以吗？会不会很冷？有没有下雨啊？外面有啊，真的啊？你们还住在那边？表演得太好了。